老师相当有耐心，用不断鼓励的方式来指导学生。这是吉吉国中特别开办的桌球社团，让学生利用课外的社团时间来学习桌球的基本知识，不但让对桌球有兴趣的学生有继续练习的机会，也可以借由定期的运动来让学生减轻他们课业上的压力。我喜欢桌球社，因为感觉桌球社可以要学到以后想要去代表台湾去比赛。桌球这么小颗，从小哈开始学会有那个球感啊。这个国中就是去年开始开办了啊，阿维都很认真的教导他们基本的球感，还有基本的动作学习。以后他们到高中，甚至当将来出社会上班的时候，哦，也有机会摸到桌球，都能够找回那个球感，跟人家同乐，啊，借由运动而交到的朋友都是会很正面的。南投县内有许多学校，从国小就开始培养学生来学习桌球。县议员陈淑慧感谢吉吉国中对于学生的付出，也希望可以延续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跟专长，更可以借由社团来认识有共同兴趣的好朋友。今天感谢我们吉吉国中在校长的一个领导之下，在吉吉国中来成立一个桌球的一个校外活动。桌球是训练到咱每一个人的敏锐度、敏捷性，所以一旦讲就有拍桌球来训练到讲个人的脑力的一个反应。那么感谢到咱吉吉国中校长以及经过的这个校务团队，一旦支持到咱桌球一个校外的一个活动。吉吉国中每一年都会开办各种社团来培养学生，希望可以让学生不管是在课业上还是运动上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，也期盼未来能有很好的发展。记者邱平义吉吉采访报道。